你学到修学到，你有一日钱一方，你领导的啊，你这个来送，你哪能这样呢？你是要到去领导，或者介绍你讲，我都唔知咯，我是变到错咯。啊，那安尼当中创立了多少？所以咧，今日咧作着啊，就讲，咱以前尤其咧惯到来这当中，咱感受着讲，迄个理想高尚，迄个理想高尚来这当中，伊是叫做法师。伊这个法师是有去真正去领牌照的，伊这个法师唔是去领牌照，是现在国考的，但是咧一贯到来这当。好，一年做主笔，个反正你若有一个口才，你若有一个敢讲口语多，但是讲出来了有物件甲无物件，方向对甲唔对，变出来话变变。好，啊，咱迄个囡仔，他说我东西变变，啊，就能够一马平手嘛，啊，相对就有一个好处嘛，就歹处，好处就是大家要跟他学习。为什么对咱的因和方面，是因得了这个因地和条件，分别或者所在。所以呢，好，你咱的这哪一两个，哦，这两个，那个建立，那个依然，这个天津的另外一些在讲述，一些方的变化，一些潮汐中啊，哦，这个外面中。哦，无名观地鸟，有名有名观地鸟。哦，伊咧无在做个，所以你只能成为了这两个观鸟观鸟。无名无形无形观其妙，迄个妙就是无形名，迄个妙就是空，观其窍就是空的地。有有。哦，就是观这两部分。但是咱有一个自信，未启动、未启动一切，咱就你有一个如如不动、不动如如的自信，你能关掉，你能好嘞，二秒里面，一切不离不离里面。但是你去里那动，第一个关键，第二个的关意，哦，你紧张关意，第二天就关键，哦，天就关键。你离一个未启动的一切，未启动一切，你会当看到一切，吼、哦，这个覆盖不是足足的那么大，不是一切心，不是一切念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既然有名，既然你这个名在内底当中，你嘛不使讲是卡关窍，迄、那个窍内底当中叫做意，吼、哦，你叫做关意。啊，意就是讲，你伫现在的当中，未去用意，迄、那个意念被拖走。简单讲，你伫意念无离开意念，你伫现在的无离开念，人现知有念，啊，就不要知，啊，不是。我这是真心的鼓励了吼，不可能让这个公司怎样吼，人应啊，去做一些啊，做一点啊，这个。正见之时佛在堂，性中邪见三毒心，性中邪见三毒心，即是魔王来自相，即是魔王来自相，正见诸毒三毒心，正见诸毒三毒心，我便成佛真无假，我便成佛真无假，发心报心即发心，发心报心即发心，三心本来。三心本来是一心，欲用性中能自见，欲用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
菩提因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从化心生净心，本从化心生净心，净心常在化心中，净心常在化心中，净速化心行净道，净速化心行净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我老师也
受啦吼，啊，但是我的心无受啦，安尼对。但是这个小说嘛，小说当然讲民俗出个宝，安尼对吼，民俗出个宝，你讲在你这个，吼，你这个土地啊，对吧？吼，但是伊都同意的，对吧？讲弊，讲弊啊，讲弊弊弊，但是弊是弊啦，我这个会讲。啊，但是因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土地啊，想说改弊是弊啦，安尼土地啊改弊落弊啦。哦，啊，这个想说就改弊三弊啦，啊，这个土地啊就改弊到八千钱，哇安尼，啊，这个想说就造诶，那个阴天我地啊。你要多么苦的，你要多么痛苦的，好。但是也当用造别时阵，这个享受的我怪别人输出多少。我咧问伊，你修如何？伊讲讲一时半五界阶段，十得人无救。啊，我问你三界如何？我问你三界如何？修到三界，对你说，我修到三界，你把手讲。我会讲民俗出个道，你是强，你就是咧想民俗的基本所在，气就是咧营养人气，强就是咧咧出更加能量。这个健康面对这个太明亮了，太明亮你会造了。但是出，你呐讲物件，你也咧生活唔蛮造的。所以你就是如如不动，就是咧想民俗的基本所在，因为气就是营养人气，强。这是用一吹，又硬又强的，这当社会平衡，这当讲物件，这当讲物件呀，你讲物件当社会平衡，力气强嘛就强，安尼话了，当这个造诣，但是通过我得来的当中，你这必然的话，这个得通啊，他这想出发必然力气，到底是个必须意识，啊，你就讲哦。今晚两个人就讲，都不要，你这样还是想做两个人一起的一样，啊，这个想做啊，这样用心啊，连我把你保护起来，我就行呀，我们保护起来，我好用啦，我好了，但一下不用心，可能去杀光了，我们一下不用心，好，那你晓得，边边看到的物件，边边听到的物件，边边人对的物件，那看他对你起啥？但迄个道当换个换个道，那五方三方，所以这个意境就正大，这个就讲咱一个人的意见。啊，你今日在看这物件，这嘛叫做意见。咱的领悟力，迄个能领悟力，迄个是咱领悟力有关，咱的主性叫我来对咱的有现象。所以先读主性是先分，我的六者的主性，这个叫做佛性。那么我叫做感。叫做觉，觉又如何了？分为数门，叫做开心门业。但有一个这数门，这叫做乾坤。但是你今日去接近这个所在，咱各位，咱哪有迄个物件，你也能接到下面？如果你咧接近下个物件，咱有一个物件，你该组成咧接到这个所在。但是咱唔知，但我第一回咧，我哪地方咧？啊，我地方看我咧学到。我有一个本性，我一个佛性，我咧随佛，我咧随众生，安怎无？所以咧，去到庙寺啊，去到对，拢要做啊，做讲啊，做庙啊，什么哪会啊，就做啊。哦，你爱保庇我，其实咱家己自身做，咱家己自身不做，有灵无？现在咧没灵，那你求别人来灵？你食东西咧不做，你家己讲，但你家己，你内心即个不做，你家己讲。你今仔日，你寒是你内心即个不做，你家己提醒，还是外口你咧办迄个不做提醒？啊是，当然，啊是因为今仔日你有一尊菩萨，甲一尊不做的一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仔这尊若要甲你讲寒，你会去听啥的声音？那个不做，你会去听啥的？一尊不够灵，但是不够灵的后当中，咱去咧拜外口一尊有分。安尼叫做白啦，叫做白色。所以甲你讲讲，主真如主性之心，必有一个真如本性。迄、那个真如，迄、那个如，叫做作自然的物件。有自然无？
所以你生产化学以后伊无离开你，所以你生产化学无离开你哦，伊若离开你，你一个物件做到啥？伊若离开你，一个物件做到啥？哦，你有时都无离开你哦，但是你欢喜伊嘛归你里头，你想伊嘛归你里头，哦，伊嘛不跟你，你想伊离开，伊嘛不，你欢喜伊离开，无，伊跟你社会。变成生命的条件，伊若有这个，我要离开啊！安尼个再见，你就拜拜。这个肉体变成啊，尸体变成尸体，但是安尼就毁掉。咱家己一尊菩萨，内心内底个菩提，但是咱何拜何，唔放何，咱家己一尊菩萨变成多少？安尼咱有气无？咱唔知啊，家己是菩萨。真正后起来，把请过来个面临情况来，那大大咧惊死。你惊死咧，要死个家伙，后壁惊死，后壁惊死，谁在惊死？伊都唔知，我咪家己有一尊佛，咪来对伊做佛，你唔知要对做佛。你爱到遮靠你，孤单人你怕啥呀？孤单人啊，孤单人对啦，要求老，对不对？要求个外国，伊去求一个人安乐死，啊，伊个安乐死嘛求袂死呢？台湾个安乐死，现在到瑞士呢，啊，英国呢，伊个安乐死，我按哪边去？那个安乐死，伊那个蜀山呢？那个安乐死来开两三百万呢？对不对？死个死袂去，我活袂来，伊甘愿要死呢？谁敢要死？华人太痛苦，比你干脆。哦，我们都做在正法，所以你今日来参与，咱家己有一尊真正，咱就能保护。迄尊保护叫做真如，迄个二六时间跟你做伙，其实相连三毒是无。但是你有这个物件，迄个自信中的内底，当到这个三毒，这三毒叫做哪？贪嗔痴。好，贪嗔痴，你跟你毒，你跟你。要给你孵化，今天是安那，一直是烦恼。今天是欲望，今天这是是非，那我需要做理化。那你那些是等的，中间无离开这三，哦，无离开这三，所以过去性命那个对观世音菩萨那个人都是不同，哦，但过去啊，那作为唐人去。以即世一直咧甲咱孵化，孵化咱的生命。你看，咱的生活内底当中，咱的生活内底当中，咱的思想、咱的观念，有对一个时阵，有对一个观念，离开贪嗔痴有无？我想在讲过的时阵，我来讲讲讲大家，无贪的人也亲，那无贪的人哪个会亲？那无亲，未发脾气的哪个会亲？连亲无亲，那各位听无，那恐怖，你敢来亲？我讲，我讲很多次嘛，我无过节敢来亲。那是代表咱内底到这物件，那其实要亲这物件嘛，是要好亲啊，无好亲啊。哦，亲一世也亲不掉，但是迄个一摸眼去掉的当中，那你去摸起一条，我看到个痛一样哈，一痛一样。毛皮啊，毛皮一条毛，毛皮啊，你真正皮肤一条吼，卡只个，鬼一毛比较毛奢侈哦。那鬼哦，两头一条头还瘦的，更肥哦，你把半截那个灰一条呢？但是毛皮你顶个没听，个你想想，你感觉叫毛皮顶个？你这办可能有天得了，不然你两厉害啊，不成变的他吧。但这嘛无啦啦，这嘛今日迄个农业大死了了啊！今年较早落雨的时阵啊，迄个水稻，哦，那两样，那毛皮啊，该种作皮啊，伊拢来存灰烬，哦，灰烬就是作皮。但是你老是霸皮了啊，吼，你卡掉个花皮哇，把花掉收了了，毛皮有种毛，三刀你给你切，安尼有灰烬。咱二六四中三毒咧，去这物件，当伊起个贪念的时，迄就是叫做魔。当
当你去到亲爱的时候，那是母；当你去到母亲的时候，那就是母。感受袂？但是这三种起来了，你就好，你有好过你就好了，你有好过你就好，你绝对无好过，你绝对无好过。我拄在车顶来，还是车顶。吼、哦，当然这个物件我也当唔使讲啦吼，我哋一片土地，啊，出了。